今天教的是身高105，体重33斤，头为50厘米，颈胸为54厘米的一片式的马甲，这里是不断开的，这个是一片式的马甲，这儿到这儿到这儿，这里是不断开的，就是一片的，后片、前片。帽子是三片式的，这是帽中的一块，这儿到这儿的距离是前领窝、后领窝，这儿到这儿的距离是前领弧长加后领弧长的长度，向下7厘米，在这下2.5厘米的线上找这个长度。